8月25日晚，电影《变形金刚4》中国演员施晋惠在京举行。当天无缘进入12强的40强部分选手，以《变形金刚2》的主题曲 New David 为背景，带来了精彩的舞蹈开场秀。导演迈克尔贝还特别在《变形金刚4》的拍摄现场，通过 VCR 的形式为选手们加油打气。Hey, I'm Michael Bay. I'm here on the set of Transformers 4. Me and my crew are working hard to make another great one for the franchise. I do want to take a moment to say hello to the audience, the judges, and especially the contestants, and I wish you luck all for your final audition. 竞演中，12位四种不同类型的选手通过抽签分为三组，现场表演一段电影影片。每组中，可爱萝莉、性感女神、动作型男、技术宅男各一名。小狐狸精，但我会坐怀不乱的。你看，我承认，当晚在十二强中脱颖而出的四位优胜者分别为。宅男林柏宏、萝莉季培慧、型男李凤阳、女神赵倩，他们将获得参演电影《变形金刚4》的资格，正式进军好莱坞。搜狐视频娱乐播报，北京报道。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大家好，我是姚贝娜。